好，我们现在回到家咯。那现在再试试我们买回来伴手礼。那有 Pocky 的，那这个中间这一盒呢，是我们日本朋友送我们的仙台鱼板哦。它是仙台三大特色之一，就是牛舌、毛豆跟鱼板哦。那还有这个是我们在当地买的虾饼，还蛮好吃的。这个虾味很重，这是哪里买的大根？秋田哦，不是秋田，是那个角管那边买的大根哦。那最主要呢，其实我们今天要来试吃的是这个。现在宫城县他们正在主打吃这个虫食啊。那我们买了一个综合版的哦，那想说来试试看这，来看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来，六零妈妈来把它打开来看看。我以为那个这个是伴手你要礼。拿回去喂那个动物。哦，这个是蚕蛹哎，这个是蝗虫，蚱蜢对不对？蝗虫啊，蝗虫是这个是那个蟋蟀，这是蟋蟀，这个是蚕蛹，这个是蚱蜢，这个也是蟋蟀，这个是海蟑螂。乱讲，先打开来看看它里像面海长什蟑么样子。螂啊，你敢吃吗？揭晓好，我们把它打开了。揭晓了，慢慢的把它拉出来。新的真的呢？什么都有，这就是真，里面都是完整的哎。问题是它这种东西是确实能吃吗？还是说他们已经把它的毒经过什么样的？这哪有什么毒？它这应该都养殖的吧？不可能就吧？养殖的啦，它这个就是。就是养来，就是现在在推广说这个高蛋白啊，就是可以取代一些，因为现在营养地球暖化嘛，所以很多那种动植物它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好生产，倒个几只出来就好了。哎，不用全倒啊！哎呦，海它那蟑个螂，连那个就是翅膀那个纹路都还哎，在，这个蟑它螂就是脚，活的啊。这个。真的有蟑螂脚哎！所以你说它真的能吃吗？我不敢吃哦。你们要试一口，这是蚱蜢来，我们的三十儿子吃看看，你先最爱吃一吃奇奇个，怪怪的，这我不敢吃。这长什么不敢？这一只比较可怕，这个还算正这常，只黑色因为这个平常比较常蛹的看话比到，较会还平常比好。较常看这一哎只呀，啦。爸爸在吃了啦。你那吃的是哪一种？就类似这一种。我拿胡椒盐给你配，要不要？你说没有味没道有，的它话，不是这样。加胡椒盐下去应该会比较好吃哦。哦，它就属于虫的看盐味。这只最可怕的是这一只，每一给它只也是很插可起怕。来。这一只是真的是我们在水沟里看到的。你要用那个一个手给它挡起来。对对就像我们对，对在 YouTube 都这样子水用。沟里面的那个爬的那个虫一样，哎呦，而且它又是黑色的。这个是蚱蜢，这个是在那个自动贩卖机里面投的没有，这个是在那个静安殿堂里面。啊，它就整到个处都酥酥卖的，但没什么，就是有点了。好，我们一开始是在那个自动贩卖机里面看到的，然后后来去。原本想说回来之前要去那个贩卖机买的，然后就在就是唐吉诃德又看到，所以我们就给他买下来。而且唐吉诃德这种感觉小包装的可能，比较刚好，对，不是不敢吃的橘话扔子，掉不了就。敢吃没关系，哦，它吃起来稍微苦苦啊，的，我让我吃这个蚕蛹，这个应该是蚕蛹。没有调味不会香啊，就是。这个有香哎，怎么都脆脆的，其实这个听它蛮就痒很的脆脆。酥，但是就是没什么味道，不像虾味鲜中有香香的哎味呀，道。这个还带翅膀的，所以这是蚱蜢啊。这种带翅膀的很恶心。这个啊，蚕蛹这个比较刚好一你点。在大陆都吃蝎子了，你还怕这个？大陆那蝎子更可怕。这个这是蟑螂啊。这个谁是弄这个来吃？问题是他们却。确认过这个是高蛋白没有错，问题是它的毒性。问题这哪有毒啊？除非是它真的是养殖的，不然它在水沟或是在哪里，
生存的话不是很脏吗？黄虫过境来帮就。我刚刚吃那个蚕蛹，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蚕豆酥的那种感觉。嗯，蚕豆酥的那种口感。它没有咸味，但是香香的啦，还可以。不要讲的话哈，还是觉得还蛮好吃的。千万不要告诉人这是什么，来了就哎，请他吃一下。好可怕，这一只好像会飞的那种，有翅膀的。赶快喝一口啤酒。这要配开水。配啤酒啊。好好笑。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我更了解的是，以为可以更了解动物。有啊，他不是有哦，那一包是要拿去公司的。哦，但他这个怎么有点粉粉的，好像会最近卡喉咙，会咳。我吃一个那个就卡到喉咙。所以高蛋白啊，很营养哎。就是试过就好了啦。会有心理障碍，不行。他没有什么好不好吃，但是已经人家说高蛋白就表示是能吃，就是尝试一下，只是有心理障碍，你不要知道是这个什么。吃下来也没有不美味啊，就是一般啊，没有好吃的感觉。你如果撒胡椒盐下去，不是就很好吃？就很像我们炸的咸酥鸡这样子。它就不像虾味先说有香味，但是啊，你就是因为它没有调味啊。好，那结论就是呢，如果有去到仙台呢，应该说宫城县，可以到他们唐吉诃德或者是路边看看有没有，找看看有没有这个贩卖机，可以带一包回来啦，就是给同事啊家人尝试看看，那一吃起来就没有味道，他们本身的味道也没有香的。嗯，总之呢，有机会到宫城县呢，可以尝试看看。那我们就到这里哦。妈妈有什么要说的？妈妈就是我希望我期待下一个旅行要开始了，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哦，记得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